欢迎孔锵先生。哎，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托您的福吧，哎呀，那个新节目开播啊，哦，新节目，当然，哎呀，最重要是托您福能够在东森的频道跟大家见面，哎呀，感激不尽。说到我们孔锵，其实也是红遍大江南北，不敢当，不敢当啊，这个很多地方，这个我们走遍的这个足迹啊，哎，这个一个人的乐队，有的时候看起来也不错。我们跟小哥的一起啊，一行啊，走遍大江南北啊，就吃香的、喝辣的，都全靠你了。是是是，尤其你英文又不太好，哎呀，经常要一些蓝眼睛金头发啊，没有帮他去交涉一下，哇，哦，太贪心了，被叫几人腰部就到你的胸脯来了。跟他出国还有一个好处，上次那个事可不可以讲一讲，在飞机场的什么事情？哎呦，就是一大堆围上来的事情。哦，明星脸，哎呦，这已经讲很多遍了。什么？这是一个个人的光荣，这要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次跟他从外国回来，机场奇怪，记者几百个冲上来，哇，哎呦，在那边，在那边围上来，过一下不到二十秒钟，我说啊，丢不丢个照片？哇，又上来。这个事情就节目讲一下了。你还是明星脸呢，你要是吧？什么明星脸？那些记者都搞错了，他找的对象不是我，冲上来。因为那天呢，是跟我们胡志强先生同班机呀。哎，看到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他也托我的福啊。哎呦，你还有福让别人来托啊？那当然了，人家是局长啊。依稀，你知不知道他前几年为什么自动调去当驻美代表？哎呀，对啊，驻美代表，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也是托我的福啊，托你的福啊，因为他跟夫人每次啊上菜市场，上花市啊，人家都后面叫哎孔锵你来买菜啊，他也受不了，送就衰金照的表演啦。不过说到这个精简的音乐啊，原来是这个精简，其实也不是，其实也并不精简。这个听说你在家里这一类的音乐啊，也是要花很多功夫的，上一些很多课的了。那当然啦，尤其不但在综艺节目里面做音乐啊，而且呢，是我本人啊，因为跟你相处了那么多年了，是是是，尤其我对您的歌啊是如数家珍啊。真的，你不要看他长得很老气啊，这个其实年纪还算小，但是歌曲奇怪了。甚至于白光时代到现在流行的还都难不倒你。对呀，啊，我常常也这样，就是三更半夜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枕头垫高，想想自己，那你吓你搞这样子，我到现在很纳闷的。我来搞呀，我出席就来做音乐了。是是，这个大概是居家的环境关系啊，所以它蛮宁静的，住在林口嘛。对对对，哎呀，那窗户打开来，那个山风啊，永远不会有停留的。这边啊，头前吹了一遍，后边再吹出去。对，那空气真的好，而且又安静。我去过你家，每次研究哥都到他家，一聊聊了三更半夜。对对对，深深的体会到你们那个住的地方，白天听鸟叫，晚上听鬼叫。不是，都是就安静的观念。不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比较容易陶冶一个伟人嘛？就是说太无聊了，自然就会研究他啊。对啊，三更半夜小哥经常到我家造访啊。其实啊，那个观众造访，造访，那些观众朋友只知道小哥的歌还不错，哎呦，还不只是不错啊，那这个歌王啊，叫小王啊，这是歌王啊，歌王啊。然后呢，可是观众朋友们对他私底下的私生活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就不要聊了，到观众把我当老朋友，我的私生活还什么好介绍？好好介绍你一下，公开拍那规矩摸。哎，不是这样子，到现在啊，小哥的你都看到都是待人接物啊，彬彬有礼，彬彬有礼，私底下这是应该的嘛，温文儒雅，这是个人的气质嘛。你大家都不知道，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呐，这就骗不过去，那个最先进的钱啊，我这个年纪还骗得过去吗？何止，哎呀，早就 IKEA 家具 DIY 了，是我们表演的秀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模仿啊，也是说说故事，说说故事，说说笑话啊，对不对？华侨好像这个被我们培养的也差不多了，大家都蛮有幽默感，大家都很爱听啊，不管是男女老幼。对对，有的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好好想唱唱，他们还上厕所呢。啊，一说到说故事，隆重招等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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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华侨也是蛮需要量蛮大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
啊，你是当了电视机前那底下呛屏啊，那给我啊，哪有什么关系啊？叫我讲点笑话是吧？对啊，观众也是人啊。嗯，但是我这个笑话，电视机前有些长辈怎么办？哎呦，或者现在的观众朋友脑筋都很聪明的啦。要不然没有关系是吧？你把我当做观众。你好好，你说你讲的笑话，我能听得懂听不懂？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如果说笑话的话，对，也要看对象。有人你讲了他一知半解，或是表情木讷啊，对，那也是白讲，对不对？对，这样很难过。哎，碰到那个太保守的，他妈听不懂，对吧？不过那要考考脑筋急转弯一下。也不难呐，看你这个反应怎么如何了。一个老男人裸奔，吊儿郎当，哎呦，蛮厉害的哈，根本都不考虑的。老太太裸奔，空穴来风嘛。太老了。何音都在笑，哎，是不是这个笑话太老了？大家都知道，我开心的不？我开心的不？不是一两个，你要听清楚啊。有一群少女啊，他们都已经有经验的人了。什么经验？就是啊，哦，那方面的经验。哎，是，所以呢，这个你也知道，这种是食色性也嘛。姑姑啊，久久不开张吃一顿也是很难过。开始打个吊点了，结果呢，一群竟然跑到 pub 里面去。那大家讲好了，哎，咱们姐妹淘十几个哈，大家个人选个人心目中的帅哥，选好了各自就出去啊。那当然，今天礼拜六晚，明天大家再通电话，大家互助顺利啊，大家去钓个男朋友，短期的短打的啦，就是说钓到今晚，明天就不要谈以后的了啊，大家各自找，哎呀，等等等等，大家就自然就跳开了，跳出去了，就大家都来交头接耳，哎，姐，我找到了，我先走了。这个是哎，有了小妹，我也找到了，通通走了啦。哎呦，十几个通通找到了啦，大家都有搞头了。哎，这个是都找到了，这个一夜情的这个男伴都是很帅，都出去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猜一句成语啊，记住啊，我还给你一点暗示，一群哦，不是一个，你不要跟我什么一马当先什么这些啊，什么一柱擎天这个都不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哎呦，错了啦。我知道，很多人对不对？哎，对对，十全十美，有那么简单才那？那我还叫皇帝呢？说十全十美，我还一柱擎天呢。你讲的笑话我全部都听过，就这个没听过。这所以文学基础不太好讲。一群人嘛，每个人都找到了男伴出去了嘛，这叫做井井有条。大家都有了，哇！我要井井有条啊！虽然呢，太屌！虽然呢，这个我这个优质节目我不能讲得太 over 啊，优质啊，是优质啊，但是优质也要人性啊，对不对？对对对对，我那大家干脆都教会去算了，对不对？色性也嘛，轻松一下，会心一笑，哎，当然也要收回来了。哎，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好处，当音乐一响起，唱起歌来，哎。你全心贯注在里面的时候，观众也觉得说，哎，还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你这个人。哎，还有刚才我们在对歌的时候啊，哎，我记得我们刚才随便哼哼唱唱，竟然有好多年轻朋友不知道一些歌曲。刚刚在对歌的时候，真的这个有些好歌啊，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歌，就是年轻朋友现在他们都不懂了。哎呀，那时候他们在哪里都不知道。是啊，是年代久远。我是问到说姚淑荣是谁，他们都。凤飞飞呢？他们说有听过。那这个歌词谁的呢？哎，就是接不起来。哎呀，怎样的？那时候他们还小，实在是，他们都200多万个人挤在一起，对不对？啊。哦，看谁跑第一名了。来，得到冠军了，今天我们才能见面。我们大家互相恭喜一下，我们都是冠军。恭喜恭喜，你也是冠军，冠军冠军。节目是，当我们这个节目安排的虽然很紧凑，但最后的时候每次要跟观众告别，下一次见面不晓得是不是圣诞节还是母亲节。那么看到这么多华侨朋友在国外奋斗啊，我们黄种人东方人在他们的外国的异乡客地里面奋斗的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让我们竖起大拇指。大家在每一个各行各业里都出类拔萃，我们感到与有荣焉。对呀，所以在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们每次挑的那些有故乡味道的，台下也是泣不成声。所以说啊，是不是一个歌可以感动人心啊？是是是，我的在观众在感动的时候，我不知道您那个时候内心在想着一些什么呢？啊，那个时候感觉，我就觉得说，我就觉得我的工作不只是一个歌者，我就觉得说每一个字每一句
我都要唱得字正腔圆啊，就不要让他走样，让他们在听歌的时候就让他们就没有一点外来的干扰，就是原味原装，让他们听下去的时候这个歌的原来的风貌，回味到这时光的隧道里去。但是我跟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哦！我是慎重感，那您的感觉是？我是觉得说看到观众那个这个感动的样子啊，我就觉得说下一趟又有希望。这个掌声很多，老板又会请我们这样。那当然了。哦，那你要这样讲这么坦白，我也觉得我应该更坦白。那你跟说说，刚才太崇高了一点，我就觉得一看台下，嚯，有这么多人，嚯，九千哎，上千人，我就想，哇，我要起一个会该多好。就是你哦，啊，杜先生你好，我觉得边上在听，我说是谁在鬼哭神嚎？什么意思啦？你拍戏，老朋友杜刘你哪讲啊？所以我正要给你一个忠告，老朋友了，我这个喉咙有经验，你这个直接从这里戳类固醇才行。你意思跟我相亲了，怎么？哦，喜欢，但是不过还不错啦，听说讲你尽量啊，很难得听到你唱歌。是啊，就是你的节目我才唱，别人叫我唱我还不要唱，讲什么？怎么这个节目真的得到不少人的第一次哈。哎呦，真的恭喜你这个节目！哎，真的吗？还可以啊，收视率啊，一点几了。哎呦，我都战战兢兢。刚才你给了我好多忠告，真的啊。你说什么要尽量开放了？对呀，对呀。时代变成这样子，是真的吗？真的。我这个人一向作风，突然刚才那突然间大跃大跃进啊，那刚动一点。哎呀妈呀！观众会口吐白沫。这样才好。观众要看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做得很正式，人家就买 CD 来听就好。什么优质节目，慢慢的唱啊呢？收视率用零点零几，而且会睡着啊，睡着。哦，就是干脆自然一点算了。那当然，我们很自然。你看我穿得多自然。哎呦，对对。你看我现在，不是我真的一个。哦，所以你不这样解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够意思啊。连几个内裤带都无得卡。我怕这个，那个穿个，那对对，我穿个叫旧鞋啊，全身上下装扮不到两千五就。是啦，我你都唔知道，现在的时事已经走这种样子了。主人啊，是啊，主人得啊，你看看，像我以前穿西装，干嘛好高级是吧？哦，真的，还买的都是名牌的。对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马萨局啊。哦，对对。还几梳拢安尼样，那十外万啊。哦，真的，那钱只开下落去，这边佫开一条钱，你是。你讲话，我怎么大家拢讲我偌少年，好年轻哦。哎呀，你不感觉我识多贵啊？哎呦，说到你的年轻，我真的正有个真的要请教你。我们这么熟的朋友，我还是从外面外围才听到这个消息。跳水工你找个美容哦，哇，这是这天大的事情。你讲安尼是啊，这美容是一定啊，对吧？为着不要虐待观众嘛，哦，对不对？所以讲我都爱开几十粒子，开十一班呢，啊，十一班哦。哎呦，说了这个说法我更有兴趣了。那老朋友一定要把我干定起来，我跟你干定这里，干定。哦，是啊，对对对。但是观众想爱你啊呢。啊，我听到啰嗦。啊，你都搁较主连了，对个主连。啊，但是主连还主连，但是也是要。经过我的鉴定一下，跨了一个老朋友，这十一万花的有没有冤枉？对不？那就那，哎，不差哈。哎呦，还这个鼻孔感觉也不太一样了。对呀，对呀。哦，这通通做了一下是吧？是啊。哎呦 ，close 级的 close 级。哎呦呦呦，哎，真的，嗯，嘛是讲玩弄几条筋开了。你无做好诶。这路面还搁开几条，你话来较土济。你讲的是啥物？大人讲做少年，你讲你讲土济。哎呦，大人我是唔知啊，我甲伊妈妈伯母开不开过杠对吧？伯母就讲了说，哦，我这叫做囡啊哈，菜头有影是那较奇怪。从细汉咧做兄弟姐妹咧抢玩具啊，抢无就咧哭啦。我就甲阿妹讲，哎，恁都较牛伊啊，都生做安尼，搁甲伊抢安尼。家己的妈妈都在气嫌啊！你讲的是啥物咧？阿母阿妈，你敢会讲吼？啊，你这嘛是你生的？是啊，我过来拜去洗牙齿啊，我那紧闭起来，看下讲去用翘起袂？哎呦，哎，搁找转来了，我到大家等袂掉。但是我是真的很孝顺的啊，这是真的。真的啊，我为什么孝顺？你知道，我从来不美容，我等我妈妈往生了以后，我才来美容。哎呦，因为我怕美容伤到她的心啊。哦，哎呦，这个，哎呦，这个是个心态上的，你都注意到了。是啊，心态上说，我妈往生的，哎，我就来瞧着。你看，我干嘛去逗她做引导？就是，当然你有你的长处啦，大家知道她的舞蹈好。我看看你这个五官哦，如果颈部以上来讲啊，哦，最想和人偶肉就是个发质还不错。哦，你
你实在有影有影够毒的，不是我咧讲。你讲的是啥物意思？哎呦，见面足久无见面对。我因为是讲闲的，这种年纪啊，一支白头长都无，这种还不容易。啊你啊，哦，跟他长青还来普通下。我今天来上你的节目啊，那蛮爱聊波姐的，哎，真的，来聊聊往事。我都跟他很熟啊，我讲什么观众都差不多都可以完全采信。是，那你是哪里人呢？台高。台高人啊，嗯，台高人啊，是啊，是一个县，台高县还是台人呐？哎，你死了，我都不知道讲什么流行是怎么。还有人叫台高人，台潮流要跟着走，看穿以为就知道。现在都是很讲话都是很整称啊，像啊你那好酷好靠好骗好生意，好骗好生意啊，越简单。讲的是台高人，台高人啊，怎么解释台高？我们爸爸台北嘛，妈妈高雄。简称台高，这个人也是太叫单西很懒，这四个字还能这样简称吗？都取前面的字啊？是啊，台北高雄台高人。是啊，那你这样讲，我都不敢介绍我的家谱了。哦，那你哪里人？家父是基隆，家母八堵。好，我嘞。我大你讲，我大你讲，我冇听过。你讲。是啊。哎，你们害我中计啊！歹势，这边我那老神在在的，这要中计还那么简单呢？哇，这个菜头很早啊！啊，这个，当然你也不是偶像，可以聊聊了。你两个偶像还有什么婚姻问题啊？要避暑节。我们两个还有什么不能聊的？就是太太跑得很早，就这么早，人家找闺蜜的。就大家看你的长相，也觉得不跑也是才怪。你这大骨头还没很保守吧？其实他太太是没福气，刚才是开个玩笑。你他这个人啊，善解人意，嗯，也蛮用心的。是啊是啊。你一定有哪里用嫌那想要哪？啊，咱在都呀。是啊，没事。那是身高还是？不是身高，你给他框架是什么意思？我是想到一句俏皮话嘛。哦，什么话？老鼠尾巴还长不了大疮。你刚才是什么啦？那这款呢？跟武功有这种疑难杂症。其实我跟你讲，我太不法到，因为呢，我每次跟他做应该做的事完哦，他都明珠双泪垂啊。哎呦，明珠还会双泪垂，是感动还是感谢？不是感动，感谢，做失望的。哎，哦，很难得假单杯哦。哎呦，明珠双泪垂哦，就是讲，但是讲其实向来都是处于饥饿状态。其实我们结婚十年，结婚十年呢，话题就提呢，哇，照就照，讲到这个破嘛。但是大家看到你那个女儿啊，哇，就觉得很安慰，真的乖巧，读书又成绩又好，阿弥陀又长得不像我哦，真的，不然这种悲剧又延续到下一代。女人完全不同啊！对呀，上来还秀外慧中，亭亭玉立。对对对，刚才讲了这么多年，太太虽然跑了哈，这个有没有再碰到心仪的人士？这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忧郁症五年嘛。哦，那忧郁，忧郁归忧郁啊，需要归需要啊。需要的时候，我现在跟你讲嘛，还是跟你跟他讲，别的节目我都不给他的。我那五年哈，拍一些岛上阳光的太阳。导啊，你讲话拢就不是想对就想等，导向阳光的太阳，简称什么？导啊，不要一起好导。真是，不是药吃太多了啊，吃卡拢有啊，封建，所以也不太需要这些。不过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也算了，对啊。所以台语俗语咧讲，二十斤斤，三十米米。啊，这个不容易，不用看，比看天天开心还赚。是啊是啊，你看飞行的节目，什么都看得到。来讲者，二十斤斤，斤斤都是一根天一根天。二十岁的人，每一根都可以，跟每一根天。每一根哈，我讲好，一根天的根哦，一根天啊，一根天。二十斤斤，斤斤都会上。三十米米，三十米，几米几米，就是一天一天。四十，四十多样。四十啊，无锡。五一就是说这个赶集一样，一三五七九，哎，浪刚就对了。哎，浪刚，四十五一，五十算钱，五十算钱，五十就是要算钱一样。五十二十算钱，你是银行的算的。哦，就是五工爱做钱。哎，五十算钱，哎，啊，六十嘞，六十点香。我讲啊，就是初一十五。啊。挂钩，挂钩的。
啊，第二十几三十年，四十不稀，五十生钱，六十点香，七十月月，月月什么意思？一个月一个月，啊，一个月，八十，六，都在是讲话侪，七十啊，七十吧。七十条，七十是八十四季，四季一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五十条中国人，那九十个，对，九十啊，哎，九十懵懵，我听你八红吹，九十谁拢懵懵，啊，这懵懵啊，懵懵，够一百呢。好懵懵，啊！上伊是一撮化妆品安尼。啊，安尼看，安懵懵啦。你够一百呢？好一百，一百徛咧看。小啊，入来都不习惯。所以都卖来几头了，什么什么忧郁症，你绝对有一个道扛哎，你卖来几头。我觉得看你音乐散发出的那个真正本行、他在行的东西，跳起来的时候，哎呀，有一点那个眼下就是整个就我就是巨人那种感觉。就讲到这个就。舞蹈基础又好，不是讲到这个，我就回想到以前我们在秀场合作的，哇，来要不要来一首？哦，这些秀场的回味太多了。我看过你的《戈壁舞博》了，也看过你的模仿陈金佩的《去来闹闹场》。他那时候早就像这怎么讲，艺装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带来的效果很好笑。模仿潘越云啊，对对对对，就退出歌坛了。哦，那我要模仿鬼东西。曾经被踢下，潘越云，潘越云啊，阿壮，我一条旧皮袂好，我要害人足紧的。蔡琴，蔡琴不是蔡琴，三年无出片。哦，实在是，我呀，哦，讲了搞到你晚上叫倒的哦。你是原来读书笨，小可目睭都在喘了。都喘起来。拜托你千万唔通学啊！我想。我讲你学吴宗宪。哈哈哈哈哈！哎，说到秀场，这帮是不是唱歌？就刚才还提到说蔡琴这个，我被你伴舞啊，他觉得很好玩。对啊。除了有喜剧，再加上真的看到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素养跟这个肢体语言，今天这样啦，蔡琴没来，我尽量啦。哦好。啊，我来唱几条歌。听说你跳舞还不是说。十倍的，你是即兴之下出来的，后来还不是这个镜头就不能乱跳，你不多调节，因为棒流节抓不惯的。是啊，单机还是要跟着我。哎呦，跟着你跑是吧？那你在挖鼻孔的时候在旁边。不可能，你跟着我也无气质啊，无聊。我无来离开这个看好的生活，是袂认真。美丽，你要离开我，你敢知啊？我做信赖你的话，但是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你敢知？即摆我已经唔是我较早的我啊，即句话，我即摆已经唔是普通的辛苦，唔是普通的辛苦，美丽啊，唔是普通的辛苦，敢讲，美丽，你讲的我了解，原来你是有心啊，是思考如此，小乐，小欢乐在我心底真是宝贝的囝啊。无偌久都要来出事，你若好唔过甲阮爸母提亲的话，阮都无面通啊见社会啦。无论对有恁难袂记咱错乱的勇气加好，勇气加好。我是信啊，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讲的话，拢全是花言巧语来骗我。你敢不知道你的个性有够心脏花，我们吞吞的要死要死也无留住。